各位立法官员，检次长，好，请检次长。啊，各位早，谢谢。啊，谢谢。我看今天警抓委员的提案以及行政院版哈的提案哈，都是在四月份嘛。这几个提案都是，换句话就是说，都是在今年临时会有通过拆房法嘛。对。以前的案子嘛，对，是不是这样？对。所以基本上这个有几个问题会存在。是。也就是说，新的拆房法成立通过以后。当然，这个新的拆房法，我们有不同意见的看法，也有各界有很多不同意见的看法。那这些提案是新的拆房以前的，啊，那刚才这个李一章委员也提过了，是因为现在整个政府在造了，啊，另外不是属于第几波了，第几波要送进来了？第二波，第二波，实际差不多什么时候？大概什么时候？12月1号审查了，可能你对一检了，你所以要审查这些上级行政与行渣嘛？对 对, 對，那差不多。所以12月底会送过来。对，应该整个内政部组织法要怎么改？那一套送进去审行政，然后整个一套进来，这样才好能够完整来看待啊。否则的情况，现在零碎这些片段在处理啊，基本上法制委员会通常在审组织法的时候。目前这个时刻从来不会审的，因为他说龙龙被行政指挥都没盖，都没这不会一直上进来了，接查了哈，这个时候这是不对的，就是说有的机关哦，我赶快先送进来，啊到底你们在行政指挥那边的定位是怎么样？那边有没有全部统筹处理完毕？只要没有的话，是不是都不应该审的？这种不应该信的，我计划这挺多嘞。起码你想，你要第一物件，你用这条啊。包括你张安华那时候张安华民进党退席的时候，你们自己搞一搞也通过了。那你们党本也谢谢你当时的支持了，谢谢。不了，我是互相来支持的，那我是讲哦亮嘛，啊张东固啊，你改变从了，正义从了，好，啊你问的退出了，好，啊你改变负责，好，啊你搞不懂，你起码完全责任完全负责。这个是第一点，我们要谈的，就是说，整个行政组织法在法制委员会通过以后，今年通过以后，所有的组织法全部要一部会送进来啊，有步骤的，哦。假如说你内政部可以把这个消防署这个东西这个组织法先送进来，下一次农委会要先送什么？那个要先送什么？整个政府都乱掉。所以主席，这个是一个问题点存在。第二个哈，那今天能不能进入逐条？我是觉得，那两个公开讲讲的，有没有这么急啊？然后第二个要讨论它的正当性及这个司法性的问题。那在讨论这个以前哈，我现在谈一下，就是说整个行政院组。整个拆房法通过以后，好像有经过两次的媒基及闹寒饼，919嘛，要砸个街。那也新的拆房法通过以后，我看不出有什么新的比较好的作为啊。搞目前没新的拆房，让你们临时会你们自己搞的新的拆房法通过以后，有什么新的作为出来？也是一团乱的啊，马西迪亚。整个通报系统，整个学校整合，整个它还是发生问题啊。你认为新的这样通过以后，对于这样环境不会了，不会了。从八八水灾以后到这一次梅基，像这一次梅基台风，啊，梅基主动介入，那是淹大水，哇，淹大水，那天灾，那天灾，淹大水，淹大水，淹大水，这是什么？哎。这种种的啥恶的机会啊？什么导致淹外深啊？嘿，是路边淹外深，还是路中央淹外深？爱海倒海外深，啊，爱哭到海内外深。你出点这嘛恶的跳底下恶的机会啊？他又不是整个灾防班的主任委员啊，那他拿出来恶的作秀啊？你常常上班的有人家切无嘛是切无啊？那以现代的科技，难道电脑没有办法模拟出来找到超什么位置吗？
我觉得你敢一直修法修修的啊，那修的所有很支离破碎，那修的天怒人厌，那赵刚叫田宏源，他们对于这整个新闻通过的三安法也大不满嘛。啊，他们这摆梅基叫起阿平哥底下哦，成名彩虹，啊，这都无专业嘛，应该啊反光背心什么，这种设备也无得从，所以只有修法，无法没有办法把达成你想要的东西。这一点，啊修，你讲讲，我听说广东在强悍，讲那无修个红桃园，这民众负责，讲他刚一时讲个美国话，啊，你当作这民众今仔出门来了对吧？啊，我你修看嘛，修愈做愈假，修完你就我都已经提早落台，啊，好，这一点，啊，检事长你先讲看嘛，啊，因为念之在之，啊，什么小在行办呐、啊，什么？从几个定收个，啊有较好，有较好啦。好，你昨天咪讲来听看卖，啊好，较好。你咪好啦，我回应一下啦，好不好？啊，我给你报告一下啦。第一个，我要感谢柯委员在灾防法通过这一段时间的支持，我真的非常感谢。灾防法通过的时候，有一些条文就是柯委员提出来的，参考你的盘点。修正过来的，这是第一点说明，我真的非常感谢。第二呢，这一次我们为什么特地把它抽出来？其他的，我们内政部那么多的环，我们组织法为什么没有抽？先抽灾防，这个是哪来的？黄旧署，法制委员垫底。对了，他旁的，不是他补偿案，绝对不是的，就为了而且他旁呢，为了灾害防救的需求，现在灾防救，我讲了，你讲刚加这，刚加这名字好，我都不相信。我看后了，我讲通报系统，通报系统灵活，国军主动介入灾害防救，从中央到地方，乡下地方政府也都非常的紧急应变。国军介入本来就应该介入，灾防本来就应该介入。我刚国军特别马上到救，原来法没有这样讲啊，原来的法没有这样规定，现在新的灾防有规定，所以今天拜托你支持了，你既然记那么。你既然支持了灾防法，那组织法当然要支持。我看法这问题就是啥？你嘛改些名啊，你啊，改些灾防署啊，你嘛。无啦，内容有调整。啊，内容等下当然讲内容。你讲这灾防署改些头啦，啊头改了以后，个消防都斩头去啊，那名打了以后，灾防署消防系统全部不见了，对吧？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送你做这个级这么急，然后送这个版本，内部没有经过讨论吗？怎么最近才听到消防的人有一点反弹？消防的人是反弹的，已经是很声浪非常高。你们还是这样送过来，你这样送过来，就是说现在消防署是不见的，改为灾防署。但是我们要知道，消防是属于地方自治项目的，北行嘛消防局嘞，行。即嘛我都算了，即嘛我每一个管理长，包括即嘛现主席的每一个管理长，伊讲讲，叫伊挂一个灾防，啊，第一咩挂牌，灾防局啊，灾防办。刚刚有提到了，就是说如果在这个名称上能够加消防，不是这个消防，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不是名称问题，就是说你行政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难道你这么多的人员，包括消防署的？所有的人员，包括政务员、内政部长，以及所有人，拢无咧考虑这个问题。消防是属于地方自治项目，应该灾防局那地方应该挂什么？我们先谈地方，那地方应该怎么挂牌？地方要把消防局拿掉，改为消防局，来灾防局吗？啊？那个还是属于，那个还是维持那个消防原来的工作。在组织法里面一样都是维持原来的，我問你也是地方自治项目，也证明污染嘛，是地方自治项目。你地方从这灾防署出来的哦，好，嗯，啊，第一是消防局嘛，好，对，没有错。啊，消防是属于地方自治项目嘛，对。哦，啊，你起码叫第一要按个挂牌，就依周用法的规定来处理。那、啊、怎么处理？那周用法里面中央有灾防就。规模，地方当然也有啊，但是消防还是地方之下，不，消防那个块还是地方有灾防署、灾防局还是灾防办公室？局，还有个是消防局嘞，啊，消防局跳掉，
地方消防局啊，消防是地方自治项目啊，嘛是消防局啦，嘛消防局，嘛是消防局，消防局，消防局。啊，你的意思讲这灾防灾防局这消防局啊，这灾防局是空的啊，这灾防局在那边，是什么是什么？无消防，无灾防局的，没有另外设立灾防局的，不，他还是消防啊，还是消防局。你说那是灾防局，那地方是什么什么？嘛，那个名称，那个名称也可以去考量啊。比如说中央，可能可以去考量，那得先搞你搞，已经消防休息了。现在没有，现在没有变了，现在他还是消防局啊。对啊，是消防局啊。你中央有个消防局，地方什么底下都没有了，只是中央一个灾防署，那地方都没有东西啊。那这个我们简单的逻辑来谈谈嘛。哎、欸，你怎么来跨足了？干没符合的？不了，这样的过度公了。你老老消防还是地方自治事项的，灾防救也是、不，那个国人啊，消防是地方自治事项，跨足了了。灾防救属于地方的，它也是地方自治事项啊。我怎样嘛？农中地方自治事项。我讲你种种简单，你怎么改的灾防署嘛？对。啊，地方要叫什么名嘛？要叫想设什么机构？将来我们可以尊重地方的。他如果我们中央改为灾害防救及消防署的话，那地方也可以改啊，也可以改为灾害防救及消防署、啊。你这摆版本是灾防署嘛？对，对。啊，我这摆我都要讲了，我讲刚刚有委员说要改为灾害防救及消防署，那是因为我们是同意的。我现在是问你哦，你这按你当爱行政院所有大家讨论了上来，你欢迎。你今天讲，今天两个讲，委员这讲好通哦。哎、欸，到底这是什么政府？啊，这个是配合，这个是配合灾害防救法的啊。你同对，我今麦就讲你这版本啊，对逻辑嘛。是。你灾防署从你灾防署出来嘛？是。啊，地方是消防局嘛？对。啊，就说地方要挂牌嘛？你的卡是什么物件嘛？不，将来地方挂牌的时候，如果改为灾害及消防署以后。地方这个名称也可以配合来修了。在啊，即将属先坑个边啊，先叫这些版本来公告嘛，啊，将来等哎，现在是消防局。你起码这版本的其他灾防署嘛，那你接下去的地方的地方政府如果要改为灾害防救局，也未尝不可啊。他本来都是属于地方自治项，是边疆的问题。哎，那不，哎，啊，不啊，你都用消防局，我们也可以接受啊，因为它属于地方自治项。你应该再改名，再不改名啊？你就是为了卖讲古话，讲不是，也再改名啊？不是那个，伊就是地方自治事项嘛。地方自治事项嘛，对不？他可以改，他可以改。这个要整个要证明，然后整个协调指挥要一条边的啊。你未来用这灾防局、这消灾防署、这消防局，这倒未开嘛？你说这整个改名是为着骂一句话，所以从个鬼做团体嘛？啊，你讲的没有逻辑观念嘛？即摆来个另外伊，大家该选你讲好，无要紧。要消防我挂了，搁告一个名落去。这都是些清太极啊化解呀、啊。你这监控是安怎装的？我记那个国文、哦。你这江一华是咧之前保定。国文吼、哦，比如讲中央有一个营建署啦。管区政府不一定叫这所的营建局呢，不一定呢，它变成都发局，还有很多不一定名称要完全跟中央一样，嘛不一定按想想、欸。消防局非常专业的东西啊，这是非常专业的东西，非常攸关人命的东西啊。这个你这个这样一搞下去的时候，坦白讲，第一个能量法仪消防的能量是弱化的，对吧？消防能量是弱化的，总来就是，咱唔知要救灾还是要消防。啊！你起码要改灾防，消防嘛是救灾啦。对啊，你起码就要改做吼灾防署的时候，说在救灾到中铁雕。哎、欸，你十一款有关于洪灾、震灾、重大灾害的联系这個、组织条，弄个铁联系上。所以你这是不像嘛？你要把它改为灾防署的时候，那灾防的所有的这事项、章理事项要弄得很清楚。你又把它拿掉，只剩下消防。然后，对不对？然后你这个名称又没有消防，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点嘛。干不起来，其实也是个重要的讲哦。有人讲，包括委员有委员提案版本的讲，应该成立灾防署总署了，成立总署。因为消防跟灾防是两个不同专业的东西，美国有 FEMA 对不对？这个消防怕黑，很怕黑的。
灾害防治的很在不同的东西，灾害防有很多种嘛，土石流什么拢有，哎，也要新的物件一直出来，化学灾害当中，哪行拢有啦，所以消防是消防，怕黑是怕黑，灾防是灾防，是两个不同个专业不同解析的，应该成一个总署来把这个人纳进来，啊，不然你就这样，你刚才就骂，你就成立一个灾防署，那消防署还留下来。总署如果是部会的性质哈，整个灾害它还只是一个部会，它也没有办法去统合其他部会了，一样的道理。所以今天为什么当时有统合是协调整合的问题嘛？不，整合它部会之间的消防比较困难。消防跟灾防是两个不同专业的东西，绝对不一样。对，怕黑还怕黑，你怕黑要去统署是有早就没下来。对吧？啊，地震啊，震灾太会了。哦，另外一个从前化学灾害太会了，地震灾它不化学灾害，你在这包括这种贴标语嘛，包括灾害等等这些，啊、哦，所以应该是这个值得好，我们两个领军来讨论。你不要改四不像，你现在又改了四不像，然后当地法院刚才开会休息时间，党员在讲，哎，啊，这小黄门加等于，啊，不加等于嘛，不要紧，啊，这是什么逻辑嘛？所以整个你在这个体系上面的设计上是一个问题点。现在灾防局，人家你成立灾防局，当然就是马英九交代成立灾防局，就赶快改一个灾防局出来，然后消防就开始反弹，而这消防那那也不会，那又多话，啊，你这灾防局里面又只剩下消防，那灾防又把它拿掉，所以我认为哈。你这、那个你内政部部长哈、哦，本来头脑不是很清楚的。不会啦，他脑筋很清楚啦。而且吼，这好假吼，伊是实在无啥专长好假啦。伊看马海公安怎就对你讲，啊，欧美哥，嘿，你若真正主事法，政府在造实际手的欧美部欧，你问这，拢欧美改基准法改成没有基准的基准法，政府在造欧美改。你知道让江敏坤多失望，江敏为这个事情跟马英九讲说不应该这样改啊，去告诉时任院长刘兆玄啊，用这江宜华的欧北部整个行政组织法政府再造给他在手上完全改一塌糊涂，只要不是立法院把关的话，整个政府再造是完全不看的，所以今天我就要改一公就是说，因为你这个整个施政逻辑上发生一个严重的问题啊，而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讲吼，你外面看我，你这第二条章理事项来对吼，第十六款啊，这个有关参与境外救灾啊，它那是国际救灾，起码按照该境外救灾，这是什么敏感的？嗯，既然国际救灾变成境外一样，为什么要这样写法呢？这个很突兀了，我在想不清国民党在搞什么鬼啊？我们参与国际救灾就参与国际救灾，为什么这样搞为境外救灾？这些，这阿强有意见了一下没？啊，境外的、就是，啊，你本来的国际救灾根本凭境外水哦，啊，所以这个小问题你们来讲讲当讲啥呀？不是啊，境就是国境之外的，国境之外就是境外，啊，国境之外的，国际救灾的行政局，国境之外当然有包括大陆，也包括外国的问题啊，都有。那你主管同一个国家，所以这个号所有的东西，都是国际的救援啊。各位，这一点你比我清楚啦。啊，国际哈、哦，我们改为境外，就是国境以外，这里面当然包括外国或者是大陆地区的。那就不那搞这个大陆什么大陆地区，那是国际救灾，那就是独立的国家。主管头一个国家阿强，我就认为是国，所以这是国际关系。你嘛，像加些，哎，叫境外救灾，那阿强我这样没事没事严格啊。那个任市长，这个整个法，坦白讲哈、哦，荒谬怪诞，我不会了，不会了，进来得有你的精华在里面。小那个灾防就有你的精华在里面。今天这个挂点名字，啊，救灾这个名称可以讨论嘛？刚刚我讲过，这个不是民政党，这整个体系的问题，包括这次灾害，你整个说，包括你的中央办设一个办公室等等，那个功能都没有发挥出来啊！这要重新好好讨论。